央视中秋花絮放不停，每一天都在解锁不一样的周深。这次确实又有惊喜，央视中秋曝光了周深初次掉威亚的模样。虽然表示既害怕又好奇，但面对将要起飞的自己还是有些紧张。第一条没找到感觉就撞到了钢琴上，但不放弃，多次尝试后终于完美升起，还被老师表扬玩顺了。好紧张啊。好的，停，来调整一下。对，这个脚还在地呢，地面上往上探一下，因为你要尽量躲开它。腿僵，整个人都僵。好，我试试。来，停。这可以了。哎，现在玩顺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还多了一些。之后还穿上太空服，致敬遨游在星辰大海的航天英雄。不过，穿上太空服的周深真的太萌了。被大大的太空服包裹，躺在地上的样子和小猫咪一样十足可爱。周深用自己的方式致敬航天英雄，可爱的同时确实让人感动。河南卫视中秋也曝光预告，虽然挡住了脸，但这依旧挡不住生迷的眼睛。视频中还有歌曲曝光，听声音这绝对是周深了吧。我在期盼，期盼你回到身边，人若思念便思念，终会想起。官微还在评论区写道，应粉丝要求，向向必须艾特周深，艾特周深工作室，你们快来现身吧，真的有被宠到。中秋的花絮放不停，真的更加期待周深的中秋表现了。中秋晚会不见不散哦。